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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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。 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意，愿解。 请放掌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，大家晚上好，阿弥陀佛。 请大家翻开经本，啊，第十二页，啊，十二页，啊，没有经本的同学，啊，大家听我念经文，啊，啊，第十二页。 啊、从第三行啊，正中分啊经文看起。佛告总持王菩萨言：“善男子，汝等当知，今此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，名曰观世音自在，从无量劫来。” 成就大慈大悲，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，为欲安乐诸众生故，秘放如是大神通力。到这里是一段啊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就是本经经文正中分的开始了。 啊，前面呢，序分，啊，通序、发起序，我们介绍过了。啊，这个是正中分的第一段经文。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，啊，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回答。 前面总持王菩萨，请问的问题那么总持王也是代表我们大家来问的啊，并不是他自己不知道他这个问啊是属于利要有请问。 啊，我们众生有问题，不知道怎么问，啊，代表我们来发问，啊，所以他是属于力要有情问，啊，并不是他自己不知道。那么他请问佛，啊，为什么这个法会，这个大会，啊，有这么大的光明？ 到底啊，这个光明是在这个会大中啊，是谁所放的？啊，是佛放的，还是菩萨放的，还是天人放的啊，还是魔王放的啊？魔王啊，也有光啊！啊，那么请问释迦牟尼佛啊，这到底？ 谁在秘放神通啊？放光啊，请佛啊啊来跟大家说明啊。那么佛告诉总持王菩萨善男子。 啊，那么这是对种子王菩萨的一个称呼啊，善男子。啊，这个善男子啊，在佛法讲啊，那么就是有深厚善根的男子、女人啊，所以我们在经文上啊，在大乘经上常常看到啊，善男子、善女。 这个善啊，具体的讲啊，就是《弥陀经》讲的啊，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的男子、女人啊，称为善男子、善女人啊。那么佛法没有善根啊，他不能接受。 啊，能够接受佛法，能够学佛，啊，那么听佛讲经说法，能够理解，啊，这是善根。啊，善根呢、啊，有浅深不同。啊，一定要有善根。啊，没有善根呢、啊，他不能接受。 汝等当知啊，这个汝等当知啊，这是佛对这个种慈王菩萨啊，这个汝啊是指种慈王菩萨啊，说善男子你啊，那么这个当然是指种慈王菩萨啊，因为这个。 是总持王菩萨代表大家来发问啊，问这个问题。这个等啊，就是包括已会的大众啊。那么已会大众，我们在序分看的哦，是无量无边啊，每一类的都无量无边啊。你看菩萨、摩诃萨无量无边，大阿罗汉也无量无边。 这个色界天人也无量无边，意界天也无量无边，啊，天龙八部，啊，鬼神等众都是无量无边，啊、说不尽的，太多了，啊，所以这个等啊，它是涵盖的言辞，啊，就是包括呢所有的大众，那么。 也包括我们在内，啊，我们今天呢、啊，哦、呃，听到这部经典，来学习这部经典，我们就在这个字涵盖当中了，啊，也包括我们了，啊，汝等，啊，所以这个“等”这个字啊，是涵盖性的言辞，啊、当知就是应当要知道。 啊，那么佛就告诉我们了、啊，我们要应当要知道，今此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，啊，这个菩萨摩诃萨，前面简单跟大家报告过了，啊，这个菩萨呢不是一般菩萨，啊，是明心见性，啊的大菩萨。 而且是等觉菩萨，啊，还不是呢？这个这个初住菩萨、二住菩萨啊，是等觉菩萨，啊，就接近成佛了。啊，等觉在上界就妙觉了，成佛了。啊，名曰观世音自在。啊，那么一般呢、啊，我们。 称这个观世音啊，就在一般经典上讲，观世音菩萨啊。那那么这个地方啊，上面这个这一句经文说：“金此会中有一菩萨摩萨当然啊，这是针对菩萨的称呼啊，他的名号。 啊、那么下面呢，就给我们讲出这位菩萨的名号啊，叫观世音自在啊。一般我们称观世音菩萨比较多啊。讲到观世音菩萨。 大家就很熟悉了啊。那么也有经文，我们看到观自在菩萨啊，那这个是在《心经》啊，《心经》啊，它叫观自在菩萨啊，在普门品叫观世音菩萨。 所以佛这个说法啊，就把这两个名号啊都给我们说出来了啊，就把它一起说出来啊，名曰观世音自在。那么观世音菩萨呢，用这个名号啊，主要是在。 果位上，啊，这个菩萨这个果位上啊，利益众生的名号，啊，利益众生啊，称观世音，啊，那么自己修行啊，称观自在，啊，这是对自己修行来讲，啊，《心经》。 我们大家都念得很熟悉了、啊，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啊，这是自己修行，啊，自己修行修到照见五蕴皆空了。 那就得大自在了啊！因为度一切苦厄了啊，自己呢度过一切苦厄了啊，所有的苦，所有的恶难都度过了啊。那么照见无印皆空，就度一切苦啊，就叫观自在菩萨。 啊，度一切苦厄，就得到大自在、大解脱了。啊，这是对自己修行、啊成就这方面来讲。啊，所以这是自受用啊，称观自在啊，是自己修行成就啊这方面自受用。那么观世音呢，是帮助众生这方面偏重这一方面。 利益众生啊，这方面来讲，自己成就了，啊，成就之后啊，要度众生呢、啊，啊，那么观音菩萨，啊、观察世间众生的音声啊，众生有什么需要，有什么需求，菩萨呢，就有应。 啊，所谓三十二应身，啊，三十二呢不是说三十二种，啊，是三十二大类，啊，每一类都无量无边啊，三十二应身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观音菩萨他就能实现什么身份，去帮助他。那么每一个众生，他需要。 现前需要的身份都不一样，啊，同一个众生啊，就我们自己来讲，啊，每一个阶段呐、啊，我们的需求也不一样，啊，因此啊，这个观世音菩萨呢，他随类应身啊，就无量无边了。 啊，就在此时此地，啊，此时就是当下这个时候，当下这个地方，啊，所谓无处不现身，啊，千江有水千江月，啊，千处祈求千处应，啊，这是观音菩萨。 啊，哪里有取物，哪里就有应。啊，那么这个两个名号啊，佛都给我们说出来了啊，啊，所以我们看到经典上讲的观自在啊，观世音是同一个啊，同一个名号啊，一个是自受用啊，一个是他受用。 下面讲从无量劫来成就大慈大悲啊，这个观世菩萨呢，他成就了，已经很久了啊。那么在经上讲啊，观世菩萨其实他早就成佛了。 啊，他的佛号啊叫正法明如来。为了帮助众生呢，从佛的地位呢退到菩萨的地位，啊，用菩萨的身份来度众生。 啊，那么在《楞严经》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》，啊，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，这观音菩萨呢，他起来报告啊，他是怎么修行啊，达到圆通的啊？这个圆通啊，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那么他向佛以及大家报告啊，就他无量劫前啊，遇到一尊佛叫观音如来。 啊，教他呢，文熏文修，啊，修耳根圆通，啊，他依照这个方法修，成就了。啊，所以观世音观自在，啊，它是一个通号，啊，我们啊，不要很挨板的啊，认为就是某一个人是观音菩萨。 啊，要还有人说，观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啊，是老的还是小的？啊，是在家还是出家？啊，给大家讲啊，都有。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小的，在家、出家啊，你只要依这个法门去修，修到正德圆通、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了，那你就叫观世音菩萨。 啊，如果你是一个小女孩，修这个耳根法门，你你明心见性的，那你就是观音菩萨。那个小女孩就是观音菩萨。啊，你看那个《妙法莲华经》讲啊，龙女八岁成佛啊，啊，龙女啊，八岁她就成佛了，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就成佛了。 啊，龙还是畜生道，啊，前面我们看到的天龙八部，啊，他还不是人道，啊，畜生道的女众，啊，年纪不大，八岁，很小，他就明心见性了、啊，他就成佛了，啊，你看畜生道的女众，啊，而且年纪还很小，她也能成佛啊。 啊，所以每一尊活菩萨，这个菩萨的名号啊，是代表他修学的法门，啊，不是只有一个人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。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，啊，就像我们世间这个学校一样，啊，大家念大学都知道。 大学里面呢，科系很多，啊，有物理学系的，啊，有国文系的，文学系的，啊，外语系的，啊，一个大学呢，起码有十几个学院。那么每一个科系，它这个科系的名称，啊，比如说你读物理的，啊，或者读商的，读经济的。 啊，那么它这个科系的名称，就好比我们佛经讲的法门一样。啊，你学这个科系，学这个法门。啊，你读物理学，读到博士了。啊，那读到这个物理学博士的人不止一个人呐、啊。 啊，那也不限定男的还是女的啊，啊，还是老的还是小的啊，啊，都有啊，啊，男女老少都有啊，啊，他只要念到这个穴位了，那么他就是这个名称，啊，所以佛经里面讲佛菩萨名号。 都是代表修学的法门啊！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呢，就是教学的宗旨啊！你看了、啊、这个释迦牟尼佛啊，释迦牟尼佛他是成佛了，三千年前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印度世界成佛啊，那么他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。 他的佛号啊，大家都称为释迦摩尼啊。那么释迦摩尼他还没有成佛呢，他也不叫释迦摩尼啊。啊我们在传记看到啊，啊，他的父亲是迦毗罗卫国的国王啊，他的父亲叫净饭王。 那么他俗家的名字啊叫悉达多，啊悉达多太子，啊后来呢十九岁出家修行去了，啊三十岁成佛了，啊成佛他的佛号叫释迦摩尼，啊释迦。 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能人，啊，能够行仁慈之人，啊，在这个新店啊啊，明、啊、成法师啊，他有办一个学校啊，叫能人家商，那取这个世家啊，翻成中文叫能人。 啊，摩尼是寂寞，啊，佛是觉悟的意思。那么释迦摩尼啊，这个是针对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，来对峙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烦恼习气，来建立的一个佛号啊，就是现前这个阶段啊，这个时期。 啊，那么这个时期啊，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呐、啊，他的问题在哪里？啊，他的烦恼习气是哪一方面比较严重？啊，不是佛啊，他自己喜欢哪一个名号啊？佛呢，他没有起心动念，啊，他也没有名号，啊，这个名号啊。 都是为度众生尽力的啊，自己啊心清净啊，依法不立啊，那么这些都是度众生的啊。看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呢，大多数啊缺乏慈悲心啊，没有仁慈之心。 啊，那么我们看看我们现前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是不是这样呢？的确就这样。啊，你看呐、啊，这个佛这个五戒啊，十善第一条就是不杀生。啊，为什么把这个摆在第一条？这个世界的众生呢、啊，很喜欢杀生，啊，杀害众生。 啊，杀生吃肉啊，大家都认为正常的啊，没有想到众生啊被宰杀那个时候的痛苦，这个就是没有仁慈的心呢、啊，没有慈悲心啊，把自己的快乐啊建设在众生的痛苦上，没有仁慈心，所以佛啊用释迦能忍就算。 他能够行仁慈啊，就是教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，要仁慈啊，不能太残忍。那么，摩尼是寂默，寂是安静啊，寂默就是禅定。 啊，原来印度梵文呢叫静虑，安静的静，虑就是思虑那个虑，啊，安静才能够思虑，才有智慧。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呢，心浮气躁，啊，特别是现代人，啊，学西洋的，啊、这个，这个这个乱蹦乱跳的，这个心呐、啊。 身心像像猿猴一样，一刻都停不下来啊！那么心浮气躁啊，心就定不下来，定不下来就没有智慧啊！那没有智慧啊，这个妄念就很多，心不清净啊，身心烦躁不安啊。 这样会造成社会啊动乱啊，这个是我们这个世界现前的众生啊很大的毛病啊，所以佛三千年前呢、啊、成佛了，用这个对治我们这个世界啊现前众生的毛病啊。那么佛啊成佛都称为佛。 佛都是一样的，这个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，啊，这、就是觉的意思。那么，观音菩萨从无量劫来啊，成就大慈大悲。啊，这个大慈大悲呢，我们常常听。啊，活菩萨呢？ 都是大慈大悲啊！不管哪一尊佛，哪一尊菩萨，通通是大慈大悲啊！不是说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？难道地藏菩萨他就没有大慈大悲吗？啊，文殊菩萨没有大慈大悲吗？啊，普贤菩萨没有大慈大悲吗？都有，都一样。啊，只是每一尊菩萨呢？ 它代表我们自信性,性德的啊一方面啊，它代表我们性德哪一方面啊？我们自信的性德呢，它是很多了，无量无边的德能啊。 啊，那么无量无边呢？实在讲啊，讲也讲不完，说不尽啊，只能举出几个例子啊，举出啊一些活菩萨的名号啊，来代表哪一方面的？哎，太多了啊。那么我们从这个表法当中啊啊，举一反三。 啊，这样去体会，啊，我们自信德能它是无量无边的，啊，那么在无量无边当中举出几个例子，啊，来代表，啊，是这个意思，啊，所以说每尊佛菩萨呢，他都有他表法的意思，啊，他教学的宗旨，啊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。 那么，这里讲大慈大悲呢，上面加个成就，啊，这个这两个字啊，是一个关键性的字眼啊。往往我们看经文呐、啊，像这些关键性的字眼呐、啊，我们都会疏忽了。啊，我们往往啊，啊，就是念过去就疏忽了。 啊，这个大慈大悲呢，是大家都有的，大家都有。啊，不是说菩萨有，那我们众生都没有，不是这样。啊，活菩萨有一切众生都有。啊，这个佛在《华严经》给我们讲的很清楚。 啊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说一切众生啊，包括那个蚂蚁、蟑螂，那都有啊，啊，都有跟如来同等的智慧德相。啊，但现在如来智慧德相都现前了、啊，得到受用了，那众生。 有跟如来同等的智慧德相呢？现在得不到所有。啊？什么原因呢？啊，佛一句话给我们说破了：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！这简单讲啊，如果详细讲，就是有妄想、有分别、有执着。 啊，因为众生有妄想、有分别、有执着，啊，这个原因呢、啊，障碍自己自信里面的万德万能，障碍住了，啊，是这个原因障碍住了，啊，那么现在我们要恢复自信的德能，没有别的，啊，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放下。 那我们自信的德能，他、啊、就现前了，就成就了。啊，这个大慈大悲啊，我们经常常看到的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这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，佛菩萨呢才有大慈大悲。啊，那么我们现在呢？ 还没有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放下呢，我们有大慈大悲呢，但是不能现前。啊，我们现在呢，充其量啊，我们有众生缘慈悲就，就就就算很不错了。啊，昨天跟大家报告的，啊，你心量扩大了。 啊、心量扩大了，啊，不只为一家人，啊，为一个国家，啊，甚至不只为一个国家，啊，为整个地球，所有的国家，整个世界，啊，乃至呢，啊，地球以外的星球，那里的众生呢，啊，你也要帮助他了，啊，这个心量啊。 比一般人大很多了，啊，这众生缘慈悲。那么我们一般人呢，大部分是爱缘慈，啊，我们一般人呢，爱缘慈，啊，我喜欢的人，啊，跟我有关系的人，啊，跟我关系比较好的人，那么我会帮助他，啊，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 啊，我不喜欢的人，啊，我们对他就没慈悲心了，啊，那个慈悲心呢、啊，升不起来。啊，那么一般人呢，啊，在这个爱缘慈啊，那么爱缘慈啊，如果能够提升到众生缘慈，这个就进步了。 啊，那么法言词啊，这是四圣法界的圣者啊，正阿罗汉国以上啊，阿罗汉辟支佛啊，这个全教菩萨啊，还没有见性的佛啊。天台中讲相是即佛啊，十法界的佛，他们的慈悲是法言词。 啊，法原寺。啊，他们也学习明心见性的佛菩萨啊，要度众生的啊，要度众生了啊，他证得这个果位啊，那么他的慈悲就提升到法原子了啊，那比六道众生呢，那就大太多了。 啊，但是还不能跟明心见性的活菩萨相比。啊，他这个当中啊，啊还是有条件的，啊还是有条件的。啊，只有到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无缘大慈就是说，他没有任何条件。 啊，同体大悲呢？知道自己跟众生是同一体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觉悟了、啊，他看到事实真相了、啊。啊，三世一切佛共同一法身、啊、这同一体呀、啊啊，分不开的。啊，那么同一体呢？众生有苦难就是自己的苦难了、啊，众生得快乐就是自己的快乐。 因为它是一体嘛，啊，好像我们这个身体，啊，这个我们这个身体，整所有的器官，啊，四肢，啊，这个是一体，啊，那快乐呢？那这个这个身体呀、啊，那就得享受啊，痛苦啊，啊，也是这个身体呀、啊，都一起承受这个痛苦。 啊，那么我们自己这个身体享受快乐，啊，那么整体的都在享受，啊，那么受苦啊，也是整体在受苦，啊，受苦的时候啊，啊，总是无条件的、啊、去帮忙的。 他这个不会讲条件的，啊，我们这个身体哪里病痛了啊,啊？左手痒了、啊，右手去抓一抓啊，这个右手不会说，那你得有什么条件啊？或者喜欢不喜欢啊？我要考虑考虑，要不要去帮你？没有，很自然他就帮了。为什么呢？一体吧，啊，这倒是一体。 啊，那如果不知道一体呢，他就在这个、啊、当中啊起分别执着啊，他不帮忙啊，不帮忙啊，大家都受损害啊。啊，那么菩萨大彻大悟了啊,啊，知道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那众生有苦难，当然啊。 他就没有条件的去帮助众生了，啊，所以众生有感了、啊，菩萨他就有应。啊，那菩萨呢没有怨亲、啊，但是众生这一方面有，啊，众生这一方面有，啊，众生迷惑颠倒啊，啊，不知道事实真相、啊，这方面有。 那菩萨那边呢、啊？他没有，啊，他愿亲平等了，啊，众生有感，他就有愿，啊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，啊，悲能拔苦，慈能以乐，啊，所以这个这一句经文啊，关键在成就。 那这个成就呢？是成就什么啊？我们一定要明了，啊，就是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这个成就啊。如果你没有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，啊，我们想学菩萨这个大慈大悲呢，你学不来啊，你学不来，没办法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有分别执着，有无明。 这些障碍在这个大慈大悲的心呢、啊，我们生不起来啊，所以必定啊，要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了，大慈大悲啊，这个心就成就了。那么，观世音菩萨呢，无量劫来呢，很早就成就了。 啊，成就大慈大悲啊,啊！这这个大慈大悲呢，特别就是度众生的啊。四弘誓愿第一愿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。所有诸佛菩萨啊，不管发什么愿啊，他的总原则就是四弘誓愿啊，总原则。 都离不开四弘誓愿，啊，都是四弘誓愿，啊，只是每一尊活菩萨呢、啊，他发的愿呢、啊，有些不同啊，但是这个总原则是相同的，啊，都是要度众生的，要断烦恼的，要修法门的，要成佛道的，这个是都相同的。 阿弥陀佛也不例外啊！啊，十方诸佛都一样，佛佛道同那么只是没尊佛呢，他发的愿这个有多有少啊，或者针对哪一方面啊，针对哪一些众生发的愿啊。那么总而言之呢，都是大慈大悲。 都是要给予众生啊最大的安乐，啊，拔除众生所有的痛苦，都都是这个愿、啊，那么这个是总原则，成就大慈大悲。 啊，下面这一句经文讲“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”。啊，那么这个一句经文呐、啊，“善能修习”这四个字啊，也是这一句经文的关键。 也是这句经文的关键啊，这个修习啊，我们一般讲修学啊，或者修行啊，修正啊，那么这里的意思呢啊，修学。 实习啊，习就是实习啊，习就是去做啊，修学、实习啊，那么加一个善能啊，这个字就非常重要了啊，就善能修习啊，我们修学佛法，修学世间法。 啊，这个善能修习，这个善就很重要、很关键啊。那么，这个善学的人呐、啊，真的是事半功倍、啊。那不善学的人呢，这个效果就很差啊，学的也很辛苦。 这个善啊，它有善巧方便这个意思。阿菩萨讲经说法啊，善巧方便。那么我们自己修行，是不是也要善巧方便呢？当然也需要啊。啊，没有善巧，没有方便，啊，这个修学都会有障碍。 啊、所以，佛门有一句话讲啊，慈悲为本啊，方便为门啊，啊你有慈悲心，啊，想要帮助众生，但是你没有方便，众生他不能接受。啊，你好心好意要帮助他，他不能接受。 那不能接受呢？那这个慈悲啊，啊，就是想帮忙众生，帮不上忙啊啊，所以呢要有方便啊，所以慈悲为本呐啊,啊，根本就是慈悲啊，但是方便。 为门呢、啊？要有善巧方便。那么我们自己修学佛法、帮助众生，都要有善巧方便这样啊才不会有障碍啊。所以善能修习啊，我们在修学、实习过程当中啊，这个善巧方便呢，就非常重要了。 啊，那么你有了善巧方便呢，就非常活泼啦，啊，你的学习呀、啊、也会学得很快乐，啊，不会学得枯燥无味，啊，我们学习为什么会退转呢？学到最后呢，枯燥无味，没味道了啊，学了半天，啊，不要说断烦恼啊，烦恼要减轻一点，也都办不到。 啊，很容易啊，就退心了，啊，就不想学了，啊，学不下去了，啊，我们看学佛的同修，啊，再看看我们自己，可能啊，也有这个问题，啊，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的？不善学，不能够善学。 啊，不懂得善巧方便，啊，这个学习呀、啊、就很困难啊，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字眼啊，我们也要学习呀、啊，啊，菩萨呢表演给我们看，就是在教我们，啊，是在教我们，啊，我们不要看这个经啊，这个是观音菩萨的事情。 啊，好像跟我们都没有关系，那跟我们没有关系，佛给我们讲这个经也没有必要嘛。啊，那佛跟大家讲这个经就不需要了啊，他关起门来跟观音菩萨一个人讲就好了啊，何何必大会那么多听众呢？啊，他不是。 只有对观音菩萨讲，那是对大家讲的，啊，大家都要这样修学的，啊，这是佛教我们啊。你看、啊，释迦牟尼佛啊，你看这个短短的一段经文呐、啊，把这个修学的这个要领啊、重点都给我们提示出来，啊，如果我们。 没有细心去体会啊，啊，那可能就囫囵吞枣了啊，就这样看过去念过去。啊，那么下面讲无量陀罗尼门啊，这个陀罗尼是印度话啊，换成中文是总词啊的意思啊，所以这个。 他的意思叫“总持”啊！你看呢、啊，这个佛告总持王菩萨，啊，总一切法，持一切意。啊，这个“总”啊，就是所有一切法都包含在里面，啊，持，啊，这个义理。 都能保持，啊，没有遗漏的，啊，所有一切法的义理啊，都涵盖在里面。啊，那么一般我们讲陀罗尼啊，啊，都是指咒语，啊，那咒语呢，就是总词的意思，啊，那么总持我们用比较。 一般的话来讲啊，就是总纲领啊，提纲挈领，总纲领。那么我们学习啊，如果能抓住一个总纲领，那就很快了啊，很快就能成就啊。如果抓不住总纲领啊，学了半天了、啊，那这个效果啊，也很有限。 啊，时间呢花很长啊，甚至啊，有的走冤枉路的，这些都大有人在啊。啊所以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啊，啊，他们都能抓住这个总纲领来修习、啊。这个真的是事半功倍啊，在很短的时间呢、啊、就能成就。 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，在讲习当中常常给我们开示这个佛法的修学，它的要诀啊，就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，这个就是善能修习啊，所谓一精通。 一切经都通了，啊，一个道理通了，也通一切义理，啊，这一切义理都总持不思了，啊，这是善能修行，啊，所以我们还没有断烦恼之前呐、啊，要守住啊，一门深入，常识先修。 那么烦恼断尽了，啊，我们就可以法门无量誓缘学了，啊，这个就没有障碍，啊，因为呢，一经通，经经通。那、啊、华严经讲》讲一级一切，一切即一，啊，你从一门入进去了，那所有的法门你都通了，没有一样不通的。 啊，这个也是善能修习，它主要的一个意思，啊啊，那么佛菩萨呢，也是教我们啊，那么示现啊表演啊给我们看啊，你看观世音菩萨呢，他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，啊、那么修习无量陀罗尼门。 啊，为了什么呢？为欲安乐诸众生故。那么这一句就是四弘誓愿讲的，讲的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就是为了帮助众生嘛、啊。啊，为了欲啊，欲就是希望啊，或者达到。 啊，让众生得到安乐，这个很重要。啊，那么我们众生啊，这里讲诸众生啊，众生种类太多了。啊，众生就是众缘和合升起的一切法。 啊，那有情的动物啊，啊，就众缘和合升起的生命，啊，或者生物，啊，这个佛法讲众生呐，啊，它分有情众生、无情众生，啊，无情众生就是山河大地，啊，树木花草，啊，这些无情众生。 这些也是众缘和合而升起的啊！我们一般讲啊，植物、矿物、动物、啊、动物、植物、矿物都是众缘和合升起的，那么统称为众生。那么我们一般讲啊啊，就是啊，对有情众生、有情势的啊，动物。 当然也包括无情众生啊，所以有情无情啊，同源种质啊，这《法眼经》讲的啊。那么一般讲啊啊，那么比较偏重在有情众生啊，当然啊也涵盖无情众生在里面。那么为欲安乐诸众生故。 那么这句话呢，就是很明显告诉我们，众生啊过的日子啊不安乐啊。如果众生过的日子很安乐，那菩萨啊佛给我们讲这句话就没有意义了。众生都很安乐了，他何必还要？ 去安乐众生呢？给众生得到安乐呢？那就没有必要了嘛！众生他已经很安乐了嘛。那么我们看到这句经文啊，就知道啊，众生啊，他没有安乐，众生啊，心不安，过了日子也不快乐。 大概在二十年前呐，啊，那个时候我还在啊、呃、台北啊景美法藏佛教图书馆。有一天早上啊，我们静老和尚带我、啊、跟他到银行去，啊，那个时候在景美街上啊有一个中小企业银行，啊，想去去存存。存 存一些那个印金款啊，我们敬老啊，在那个中小啊，开个账户啊，有人要印金啊，委托印金的印金款啊，或者人家供养他的钱呐，啊，把他存起来啊，印经，啊，做这个录音带啊，奖金呐啊，这些来跟大众结缘啊，主要啊是印经。 啊，所以那一天，啊，我们就吃过早餐啊，啊大概八点多、啊、就到银行去了。啊，一般银行都是九点开门啊，大概八九点啊。那么那个中小企业银行啊，隔壁有一家啊，好像是美容店，啊，那个八点多啊，他们有十几个员工啊。 十几个小姐啊，在那边呢、啊，啊，他们那个店里面呢、啊，啊，规定的，啊，大家在那边做个，好像啊训练一样，啊，训练呢、啊，这个调整呢、啊，啊，他们的心情啊，啊，这些有一个啊。 拜头啊啊！那么再跟大家讲话啊啊！那么我跟敬老和尚刚好从他们前面走过去，那么站了一排啊，那前面呢站一个啊，站一个小姐，那一排站了十几个啊啊！那么那个那个人就对他们。 一排小姐讲了啊，说你们快乐不快乐啊？他们都回答我很快乐啊,啊那么他们回答这一句话呢啊，刚好我们就从他们刚好从他们那个面前走过去啊。楼上听到了，当然我也听到了啊啊。那么我就听师傅啊随口回答一句啊，师傅说真的吗啊？他们说啊，我非常快乐。 啊，师傅说：“真的吗？”啊，啊，这是我跟师傅走过去啊。然后后来我就听师傅讲这句话呢，很耐人寻味。他们那些小姐说：“我很快乐。”师傅说：“真的吗？”啊，后来我想想啊，好像他们不太快乐啊，看他们脸部的表情啊。 都不是快乐的样子，但是呢，好像他们店里面规定啊，都是要这么讲啊。实际上心里很不快乐，也要说我很快乐啊啊，所以师傅才会说：“真的吗？啊，到底是真的快乐还是假的啊？”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呐、啊，啊，学了经教啊。 对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体会啊，总比一般人呐，啊，认识的要清楚。啊，佛在《法华经》给我们讲啊，三界无安呐、啊，犹如佛宅啊。啊，三界啊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啊，三界六道啊。 没有安全的地方啊，也就是说，在三界六道里面呢，没有安乐的，没有真正的一个安乐的地方啊。那么，佛在《法华经》啊，啊，就是《妙法莲华经》啊，在《法华经啊》啊，用火宅来比喻啊，火宅就是这个房子呢失火了。 啊，这个人住在里面，他还不知道。那很快啊，就被火烧死了。啊，所以佛把这个三界六道啊，形容火灾，就在三界六道呢，你还没有出离这个三界六道呢，就像住在那个失火的屋子里面。啊，虽然呢、啊、还没有烧到身体，但是很接近了。 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，我们众生在三界六道呢，不安全也不快乐，没有安全感啊，日子过得很苦，没有快乐啊。所以《法华经》也讲啊，三界通苦啊。 啊，这个苦啊，苦苦、坏苦、咸苦，啊，这是三苦。啊，苦苦就是、啊、这个苦啊，它不会变成快乐的，那苦就是苦。啊，比如说你肚子痛，啊，很苦啊，那会不会变成很快乐呢？不会啊。 啊，这受这个苦就是苦啊！啊，肚子痛的时候不会说，我肚子痛很快乐，不会这样。那个叫苦苦，被人打一下很痛，再打一下啊，不会变成很轻松，更痛。啊，所以佛说四圣地法呢，苦集灭道，苦地、集地、灭地、道地。 啊，那个“地”就是真实的意思，真实叫“地”。啊，那苦地呢？就是苦是真的啦，苦是真的。啊，那我们现在也有感觉快乐，那快乐是假的，苦是真的，所以叫苦地。啊，那么苦从哪里来呢？从“急”来的，“急”是什么？烦恼，你有烦恼。 吉是因，苦是果嘛。那么灭呢？灭什么呢？灭苦啊！灭地就是灭苦，这个苦可以不可以消灭呢？可以啊！啊，这个也是真的啊，可以做得到啊！啊，但是呢，你要修道，道地啊，修道就是要断烦恼啊，你烦恼断了，这个因没有了。 啊，那个苦的果就没有了。你没有动烦恼，你想离苦得乐，那就不可能。啊，所以三界痛苦啊，啊，那个三苦还有八苦，啊，生老病死，这是我们生理的苦，我们这个身体啊，生理的苦，一切动物都有生老病死。 啊，做总统、做皇帝，也是生老病死；做乞丐也是生老病死。啊，没有一个能例外的。身体生理的苦，啊，心里有求不得苦、怨憎会苦、爱别离的苦、五音次胜苦，这是精神上的苦、心里的苦。八苦啊，三苦八苦，这个是。 啊，那么三界里面呢、啊，三苦八苦都有啊。你说在三界六道有安乐的地方吗？啊，纵然你升到天道啊，升到天道啊，啊，天人比人间好太多了，啊、寿命也长。 啊，你升到欲界天，啊，比我们人间那好太多了啊，享受也也，我们人间也不能相比，寿命也比我们长，身体也比我们好。那色界天人呢，那就比异界天就更舒适。 啊，但是呢，啊，欲界天、色界天呢、啊，这些快乐有时间性的，啊，时间一到啊，福报、禅定失去了，又要往下堕落，啊，所以他那个快乐呢，是一个暂时性的，不是永恒的，所以他那个乐叫坏苦。 会坏掉的啊！异界世界啊，那么异界呢啊是有苦苦、坏苦，这个行苦都有。那么色界天人呢，他没有苦苦，因为他得禅定了。但是呢，他有坏苦禅定很快乐啊，禅业为始啊。但是那个禅定啊，有时间性的。 他不能永远保持那个定功，失去了禅定一退失，他又往下堕落，那就苦了，那个、就坏了，坏苦。啊，那个快乐过去就是苦就来了。那么无色界天人呐、啊，他没有肉身，没有身体，也没有居住的宫殿，只有精神存在。 啊、他没有苦苦，没有坏苦，但是他有行苦。啊，行苦啊，就是他那个心呐、啊，还是千年不息。啊，他那个禅定的功夫啊，挥想挥挥想触天的天人啊，最长八万四千大劫。八万四千大劫时间一到，他那个禅定又退失了，又往下掉了。 啊，有的甚至掉，掉到地狱去了啊！啊，所谓爬得高，摔得重啊，辛苦啊，所以没有出三界呢，痛苦啊！我在法法经讲《法华经》讲三界痛苦犹如佛在啊！啊，现在看到好像有安乐啊，那个安乐啊！ 那个时间过去呀、啊，那苦就来了，那就叫坏苦，那个不是真正快乐啊！啊，那个乐过去了，那你后面跟着就是苦了，啊，所以那个乐就是坏苦，不是真正快乐。啊，真正快乐呢是永恒不变的，那才是真正快乐。啊，那么在我们人间呢，我们就比较好体会。 啊，你看我们人间呐、啊，啊，有一些人福报很大啊，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啊，有地位，又有钱有势、啊，身体又好，啊，事事如意，啊，享受人间福报啊，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啊，啊，但是呢。 不是永恒的啊！佛在《无量寿经》给我们讲啊，爱欲荣华不可长保，皆当别离，无可乐者啊！啊，我们在这个世间享受爱欲、荣华富贵，不能永远保持啊，到最后都要别离呀！别离的时候呢，就爱别离苦就来了。 啊，所以现在在享受这个快乐，这个不是真正快乐啊，这个是坏苦，啊，你这个乐过去了，那个苦就跟着来了，啊，那苦苦那就更苦了，啊，所以这个这三界六道呢，没有真正安乐。 这是讲三界里面，那么超越三界了啊，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菩萨、阿罗汉、辟支佛啊，他是比我们安乐的啊，因为他们不不需要受这个分段生死之苦，但是他们还是有苦，他们还有变异生死啊。不过他那个苦啊，比我们轻太多了。但是我们凡夫啊。 三界六道的凡夫啊，分段生死、变异生死，这个苦都有啊，我们都记住。四圣法界的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、佛，他们没有分段生死啊，他们只有变异生死啊。那等于说解脱啊，他解脱的一半了啊。他比我们三界六道的众生来讲。 那他是比我们安乐多了，啊，比我们得自在多了，啊，他们得一个阶段性的解脱了，啊，但是还没有圆满，啊，一定要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啊，达到啊妙结位才究竟圆满，啊，那么。 这个观世音菩萨呢，他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啊，为了就是要给予众生啊得到最大的安乐啊。那么最大的安乐呢，就是帮助众生成佛啦，啊，那个安乐才达到。 究竟圆满啊！究竟圆满的安乐是帮助众生成佛。那么众生还没有成佛之前呢、啊，那每个阶段呢、啊，菩萨也会让众生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安乐啊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六道生死轮回。 啊，那么在生活当中啊，有时候受到苦难啊，那菩萨呢，帮我们暂时啊解除这些痛苦啊，让我们得到啊现前的安乐啊，让我们得到现前的安乐啊，特别我们六道众生啊，啊，那需要菩萨来帮助的，就非常。 多了啊，而且非常需要了不但需要啊，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，多灾多难天灾人祸啊，越来越多啊，现在是更迫切的需要啊。 啊，那么要得到就近安乐，啊，只有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你看这个经后面啊，观音菩萨也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、啊。因为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，啊，他也是这个帮助他跟大势至菩萨啊，帮助阿弥陀佛来接引念佛众生。 往生西方的啊，所以真正安乐只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才是究竟圆满的安乐啊。我们没有往生西方啊，不要说在六道了啊，就是在四圣法界呢，还不能算究竟安乐、啊、只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那才是究竟。 那么我们还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前啊，在现前还住在这个世界啊，我们每一个阶段呢，也都有需要啊，常常遇到一些苦难呢啊，需要菩萨来帮助啊，让我们暂时得到安乐啊，所以菩萨呢，大慈大悲呢，那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，们为了就是要让众生。 得到安乐啊，而且呢，要让众生得到究竟安乐啊，这个意思啊，我们要明白啊。那么究竟安乐呢，就是劝众生呢、啊，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就得到究竟安乐了啊。你看《弥陀经》讲啊，极乐世界呢。 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。啊，只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，才是真正的安乐。啊，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，啊，在六道生死轮回啊，那没有一个真正安乐的地方。啊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。 啊，特别我们修净土的同修啊，要明白啊，密放如是大神通力啊，这个这一句给我们说出来了。这个那些光明啊，那个大神通是谁所放的呢？观音世音菩萨、啊，他放的啊。这个密放啊，啊，就是他放这个光啊。 是不可思议的啊，生命啊，那不是秘密的啊，是生命啊，一般人呢、啊、不能理解啊，那称为秘啊。其实佛法呢，它没有什么秘密，那我们不懂啊，就觉得很神秘了，我们不能理解。 如果上根立智的人呐、啊，一看到佛菩萨放光啊，他就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了，根立的啊，不用不用讲啊。那么放了光啊，我们看了半天也看不懂啊。那这个总厨王菩萨呢，来代表我们啊，来请问佛了。 啊，是这个道理啊！你看呐、啊，有很多大乘经典呐、啊，佛还没有讲经之前呢，先放光啊！你看《无量寿经》《地藏经》都是先放光啊，佛先放那个光啊，干什么嘞？啊，上根立志的人一看到佛光啊，他就开悟了。 那业障比较重的啊，众生呢看到佛放光啊，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有疑惑啊，提出问题来请教佛啊，那么佛啊才把这个放光的原因呢、啊、给大家说明啊，这个一般呢、啊、对。 中下根器啊，或者呢，对上中下根器的人讲啊，讲经说话啊，用言语来讲，那个上上根的人呢、啊，他一看到放光，他就大彻大悟了。那他大彻大悟就不用再讲了，你都明白了啊，你明白了，那就没有密了。 啊，密在哪里呢？密就在我们自己心里啊，啊，不是在菩萨那里啊，在自己啊。所以你看这个六祖坛经啊，这个慧明大师啊，他是一个将军出身的四品将军啊，后来出家了啊，跟五祖出家。 那么五祖把这个衣钵传给慧能，他也是跟大家一样不服啊，去追，要要去把衣钵抢回来啊，啊，要给神秀大师啊，结果呢，被他追到了，啊，追到了呢，那个六祖啊，就把那个衣钵放在石头上。 啊，那么人就跑去那个草丛里面躲起来。啊，这个这个慧明大师啊，他就，啊，他是一个武将啊，啊，这个武将啊，力大无穷啊，一过去啊，石头上业就要把那个衣钵拿走，啊，结果呢，一去拿那个衣钵拿不动，他、啊、这这怎么可能呢？那个衣钵有多重？ 啊，他又是一个四品大将军，他是大力士啊，那个一一一波一点点那么轻，怎么会拿不动？拿不动啊！啊，这个有护法神啊，负责啊。这个时候啊，他忽然啊觉悟了，知道这个衣钵啊，不是随便人都可以得的啊。 啊，这个时候呢，他那个念头啊，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了，他转过来了，啊，他就喊了啊，就就喊这个行者啊，啊，喊慧能大师，啊，说我是为法而来啊，不是为医而来啊，啊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念头转过来了，他、啊、说我是为了求法而来啊，啊，不是来。 抢这个衣钵的啊，请你出来呀、啊，给我说法啊！这个时候，慧能大师就从草丛出来，啊，就坐在那个石头上啊。那坐坐在石头上啊啊，等这个慧明大师呢，他也坐下来啊，他心呢，沉静下来啊，就给给他讲说：不思善，不思恶，任意莫思。 是明上座本来面目，啊，那么他给慧明大师讲这句话呢，慧明大师当下就大彻大悟了，啊，就给他顶礼了，大彻大悟啊，那么他大彻大悟啊，在问六祖大师啊，还有没有什么秘法？ 啊，大师给他讲啊，密在乳边呐，密密在你自己那里呀、啊，啊，不在我这里，在你那里，啊，所以这个密啊，它是生命啊，这、就是我们的自信啊。那么，观音菩萨密放如是大神通力。 啊，放这个大神通，那、啊、这个根性利的人呢、啊，他就大彻大悟了。啊，所以这个这个密呀、啊，一定要知道啊，菩萨这样的一个视线，都是启发我们的，啊，让我们觉悟的。 啊，在禅中讲啊，让你去参的。啊，如果我们有恭敬自诚心呐、啊，那么读经、听经、看经啊，就会开悟了啊，就会开悟。啊，那么听不明白啊也不要紧，不要去想啊，多听自然就明白。啊，我们现在呢，这个灾难很多，那我们自己本身啊。 各方面的、啊、有很多苦难啊，身体不健康啦、啊，多病啦、啊，啊，生活上遇到不如意的人事物啦、啊，啊，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问题非常多，啊，所以需要菩萨来帮助也非常多，啊，很多方面的。 好，今天时间到了啊。那么我们先学习到正中婚啊，这一段经文啊。那么这一段经文呢，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啊。那么真正善根立志的人呐、啊，这一段经文看了，他就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了，全部明白了。 啊，那么我们啊，不是那个根器的啊。那下面呢、啊，我们还接着还要再学习。啊，那么佛讲的到这一段啊，那么下面的经文呢，就是观音菩萨他讲的了。啊，观音菩萨他讲的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。那么下面的经文呢、啊？ 我们就下个星期啊，星下个星期二晚上七点半，我们再继续啊，一起来学习。